Hello，大家好！多伦多肥师奶阿 May，点解又系多伦多呢？虽然我人在中国，但系咧都好挂住大家嘅。咁最近咧就同朋友倾偈啦，咁收到风喎，益街坊会执笠，益街坊都会执笠。不得了，即刻嗱嗱臨就打電話就去益街坊嗰度啦，就問下個情況啦。原來唔係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咧？益街坊咧有一啲嘅印花卡噶，當大家咧收集齊晒嗰啲印花咧，就可以換佢嗰啲益街坊嘅禮品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益街坊太好生意啦，咁通常咧啲外賣啊或者係台凳啊都唔夠擠嘅，咁樣咧佢哋啊決定咧就今年嘅10月30號啦，咁就會停止所有印花換禮品呢個環節，咁所以咧就大家手上有印花卡嘅朋友咧，咁就趁呢幾日就。即刻去益街坊嗰度換領。如果你個卡嗰度嘅印花未吸齊，又點呢？咁咪嗱嗱臨早午晚就去幫襯益街坊，就吸翻晒啲印花，吸齊晒佢啦。趁呢幾日就快啲去益街坊沖刺換晒嗰啲禮品。佢嗰啲禮品咧換完即止嘅吓，同埋咧早啲去咧就早啲揀。揀你自己嘅心儀嘅禮品，咁30號之後呢，嗰、那個擠禮品嘅地方呢，咁據老闆娘講呢，就會係要嚟放啲外賣啦，因為佢啲外賣好受歡迎啊，免税嘅喎。另外呢，就可以如果人多嘅話呢，訂唔到台嘅話呢，咁就可以呢，就加多啲台添。所以益街坊唔係執笠啦，多謝咁多街坊幫忙就真。好啦，咁有乜嘢情况，有啲乜嘢最新嘅料，迟啲就会同大家去报道一下噶啦。咁我就将所有资料将晒描述栏里边，大家有兴趣嘅朋友不妨打开嚟睇下，顺便订阅肥师奶咪嘅频道，点赞留言，揿下叮当仔，同埋分享俾大家。下次见。另外仲有啊，万圣节咧就到啦。想去益街坊嘅朋友，記得訂座啊！拜拜。